猜猜我这身装备多少钱？六级甲，装备了 T7 的美头，加上满感 MCE， 这顶中顶的装备，我只花了5000不到。这是塔科夫三档前都会有的狂欢零元购啊，装备啊武器啊基本都1-2块钱，所以放心起全装啊，直接全装进图，鸡尾酒针也加强了，可能成为超人也可能暴毙，下图直接赌一把，先来一针好吧。哎，好像没事。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，现在镜头就会被辐射影响，7到8分钟就会嘎，但是不满20分钟还不让撤退。不过空投里或是 scarf 和 boss 身上都有可能带有解毒针，只要和他们好好的沟通一下，他们一定会给你的。但是有的可能性不大，前400秒可以一直跑啊，不掉耐力。现在整张图就只有一个撤离点了，全程干架的节奏啊，别刷视频了，赶紧狂欢去了。